钢铁侠的饰演者小罗伯特·唐尼联手爱妻苏珊·唐尼共同监制了 DC 新剧《Sweet Tooth 鹿角男孩》。剧集改编自杰夫·勒米尔的 DC 漫画系列书籍，将于6月4日登陆 Netflix 正式开播。该剧讲述了10年前的一场大灾难对世界造成重创，导致半人半兽的混种婴儿神秘降世。恐惧的人类不知道这些混种人是病毒的源头还是感染体，出于自保的本能开始四处搜捕他们。名叫盖斯的鹿角男孩在与世隔绝的森林里安稳度过了生命的前10年。直到他意外结识独自流泪的杰普德，随后两人开始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。他们要穿越满目疮痍的美国，寻找诸多谜团的答案。一路上，他们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敌人和盟友。盖斯很快了解到，森林之外的世界是如此迷人又充满危险，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很多。最终，历经艰险的盖斯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了质疑。小罗伯特·唐尼在漫威的钢铁侠形象深入人心，但合同到期之后，他没有和漫威续约。说他身价高涨后要片酬狮子大开口的谣言也是甚嚣尘上。他此次监制 DC。新剧更是被部分网友狂喷叛变，当然更多人表示每个演员有自己的野心和考量，与其兀自揣测，不如更多关注作品本身。整整鹿角的软萌男孩，他不香吗？